看例题六，他说这个方程式哈，它有十根呐、啊，那要求此十根，他怎么求？我们假设这个十根叫阿尔法好，我就把阿尔法带进去，就变成二减 i 阿尔法平方嘛，减三一减 i 阿尔法，再减掉两倍的一加 i 等于零啊。那因为阿尔法是实数嘛，我就把十步部分哦分出来，这道叫二阿尔法平方，十步部分是减掉三阿尔法，减二哦，这等于零，十步等于零，虚步也等于零，虚步的话呢是负阿尔法平方，然后呢这多少？这是虚步是负的正嘛，加三阿尔法，这减二。等于零，哦，这两个都会等于零，两个都会等于零的话，那我现在怎么办呢？嗯，我要加起来看看，加起来这边呢变成是阿尔法平方减四等于零，那这样的话哈，阿尔法的话就等于正负二，那正负二的话哈，是不是两个都不合哈？我们现在来看看。这会有两个根吗？阿尔法平方减三阿尔法加二等于零，要满足这个的话是一一负二嘛，负一，所以是阿尔法等于二或是一啊。好、哦，这两个是且的关系啊，要满足这个，而且要满足这个嘛，所以应该是正二，所以阿尔法是等于正二。